蔬菜、水果、摆成一项艺术品，甘蔗嘛会当起做一栋厝。嘉义市社区大学举办优良农产品竞赛，自然农化班的学生运用家己栽种的蔬菜、水果，发挥创意打造成一项艺术品。学生游素云用两粒木鳖果和木鳖果内底的籽，营造成一家伙仔行行顺顺的模样。古锥的设计得到比赛第一名。每个家庭，我们的生意数都太少了，也要多一点哈。那我们就是这样想说。让这个形成一个家庭，这样子都能够说，每个人人人都能够幸福啊，那个每个家庭都是充满了和乐，充满了欢乐，这样子。嘉义市社区大学自然农化班已经创立17年，学员互相交流，分享栽种的方式。嘉义市市长王明辉也透过这个机会，为优良农产品竞赛和主请优良教师来颁奖。王明辉表示，今年立法院通过神农教育法，但是嘉义市早在10多年前就将神农教育融合伫咧教学内底。自然农化班，他可以说这么10多年来培育了非常多的，让我们很多。不止退休，我觉得来自我们全国各地很多好朋友都来这边学习，大家在这边上课能够发挥所能。在立法院刚4月19号刚通过的食农教育法，我们真的走在全国之先，但是这也做我们基础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它是一步一脚印在做的。优良农产品竞赛总共有40位学员报名参加，嘉义市社区大学鼓励学员用创意的方式来为造型特别的蔬菜、水果装点，并且邀请评审就外形、装饰和戏剧等等的方面来评分。每一位学员都发挥创意，将家己栽种的农产品变成一项艺术品。记者朱书胜采访报道。